他家都很大的，要去吃吗？老师，你看大老师，对，刚是吃五官的，是什么？什么？嗯，那个赵文昭，宽松家庭可怜娃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在泰国曼谷教书的董董，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新鲜有趣的泰国哦。什么等啊？啤酒奶的 LIP。杨国明，啊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爱你了。我呀，不知道，醉了。你不想跟我说什么？下次有机会的话来这里玩，我会带你玩。问他吧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吃河鸡了。吃鸡。河鸡。好吃吗？这个鸡。好吃。下次来有机会的话来喝酒，一起喝酒吃鸡。他不会。我不会说。你不会说。他不会说。真的。他是缅甸人。缅甸人。是。他也有缅甸吗？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？没有老师。为什么没有？是啊，走不出。想一想。对，走不出。谢谢你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吴京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谢谢你，你请教我们。想说老师最美了。什么？老师最美。老师最美了。最漂亮老师。最漂亮。哎，找我说。你最漂亮老师。我最什么？最漂亮。那你呢？你是最漂亮的男生了。那你是什么男生？我是人妖啊。他是人妖老师，他都喜欢男生了，这个真的。我是骗。我是男人老师，好人吗？是好人。你是好人。是，对的。是对的。苏铁，你要和老师？没有，没有，记得没有？小胖，谢谢你请我们了。下次来100斤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你下班了。这边还有。下一个来是你的袋。照什么照？你要和我说什么？啊、你要和我说什么？再见。你说老师。啊。我说再见老师，下个月。不干嘛的话了。我要和你说啊，很高兴认识你了。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我一定追你了。我是也比较害羞嘛。你的弟弟呢？你的天都讲完了。不应该吗？印地战路差，但是他没讲中文。嗯，我不太厉害中文。你很厉害的。我不太厉害。他床上很厉害的。开个玩笑，老师。嗯。我是他的新朋友。啊，新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鸡。不会讲。啊？他没讲中文。啊，不会讲哦。老母鸡。那你是公鸡啊？你看他是公鸡的，是我是公的，是。不是你明天要走了？嗯。几点上车？早上。那么早？对，你应该还在睡觉。对，我中午才起床。你明天上学吗？现在正在放假。放假。考试考完了？我已经毕业了。啊，你已经毕业了？还在两天是？你还有两天。是。还有三天。什么时候开学？下个月一号吧，泰文的话。12月1号开学。对，接不接？后年老师，接不接？来过。你怎么又在喝水？我是好人老师。爸，接不接？也不过回家，是真的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回家。回家了。你不是要跟我回家的吗？啊，走啊！家啊，明天要去吉祥了，应该。你们不乖，留。今天。今天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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